哎，他刚刚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听到了的《变成全世界》，还没有发行就已经可以播放的一首《变成全世界最勇敢的人》。不知道你们坐在下面会不会觉得很热？哎，现在有好一点吗？还是有一点热，可以吗？还是可以勉勉强强 ，OK 可以这样 ，OK 好。很难欸，我其实很喜欢在户外表演，只是有时候又会觉得，就是温度一高的时候，仿佛我的那个脑袋就开始那个蛋白质就开始变成白色的，就是一个，然后但是还好变成白色之后，就是温度降下来之后又会就稍微恢复一点点这样。我最喜欢拿这首歌来做一个 happy ending 了，因为我觉得20分了哎，20分了哎，认真的吗？可以吗？不好意思哎，会不会等我太久？不会。好，那我唱哦。好，好，那你们跟我一起唱哦。好，直接来。复习一次还是不用复习？不用复习，我觉得相信你们会可以哈。 OK 好，我今天有带很多那个啦，中角，等一下跟我一起到后面领500块，太多了。好好，我们开始了，谢谢大家今天来，等一下还有很多很好看的表演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留下来，还有那个果汁跟爆米花都很好吃，欢迎大家去就是买一个来吃。好。